好，我们开始上课啊，宝宝。废话不多说，耽误几分钟，每天都得耽误几分钟，调个镜头。然后我们开始讲渔舟唱晚，渔舟唱晚第二页，第四行。然后蛙老师把前面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一小节带着你们复习一下，带着你们复习一下。昨天有练的宝宝扣二，昨天有练习的宝宝扣二。对。想要依附大人指甲和小孩是依附小指，可以可以，你去联系客服，给客服说依附大人的、依附小孩的，备注一下就可以了，宝宝。你怎么就依附指甲？有一副锦盒指甲，有一副袋装的指甲，你找一下宝宝，你看看有没有落在哪里？有九盒锦盒甲，你是不是要的那个手型矫正器？龙二，你有没有要手型矫正器？如果要手型矫正器的话，就没有那个锦盒指甲了。左手还看不到吗？这个位置可以吧？这个位置可以吧？对，我们善缘宝宝练了，左手因为这个地方有个，这边有个录视频，你看到没？明天就是两个，明天就是有两个镜头，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左手，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左手，明白吧？好多宝宝都练了，练习的宝宝都是好学生。晚上好，晚上好，我们可以上课，开始上课。今天晚上接着讲渔舟唱晚第二页，然后我们把第二行，没有，你龙二宝宝有。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有手型矫正器就不送在，就不送那个锦盒指甲，有锦盒指甲就不送那个手型矫正器啊，明白吧？对，二选一，二选一。然后我们听一下，昨天讲的第二行、第三行，汪老师再带着你们训练两遍，汪老师带着你们训练两遍。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今天我检查作业，有宝宝是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桑，对吧？花指从背高音哆，对吧？听出什么问题了？不能再往右了，再往右移的话，左手都看不到了，宝宝。对，再往右的话，右手都看不到了。有矫正器啊，有矫正器，那指甲就没有了，锦盒指甲就没有了。因为那个呢，十把和杜鑫，不能再往右了，再往右，右手都看不到了啊。左手的话，这有个摄像头，明天的话合成，两个视频合在一起，明白吧？对，找到规律了。对，这个有规律，但是今天练习啊，这个问题会遇到什么问题啊？这一段练习的时候要注意那个一个的问题，就刚才我给你们示范了一遍。就示范了一遍是什么呢？就是花指先往左边，脱劈，不要跨，就变成了这个时候我们脱劈比较快，它需要的一个速度是什么呢？你听两种，第一种。
能听出区别啊？对，三个音之间是，三个音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就是勾托劈是一二三，而不是一二三，理解意思吧？慢的好听也能听出来，就是说你这三个音在走的时候，大大大是均衡的，听到没有啊？大大大就快了，后边两个音就快了，就听上去就会特别难受。所以说这个地方在走的时候啊，三个音控制时间长短，中间的距离是一样的，是相等的。就拖劈，就因为它容易加快，反而弹慢，就容易紧凑在一起。理解了没有？理解了，宝宝，理解了，宝宝扣一。然后这两行我再带着你们练，就你只需要跟着唱，然后带着练两遍，然后我们往下走第四行、第五行。然后今天的任务就是走第四行、第五行。如果说你这两天把这个第一段给它弹会了，第二段、第三段也就会了，就这么简单。别看我们这个曲谱很长，别看我们这个曲谱很长，理解了没有？理解了，宝宝扣一。然后我们往下进行，往下进行，往下。我的万万老师带着你们训练两遍。来，我们听一下，从《渔舟》唱完第二页第二行第一小节。第二行第三行，整个连贯起来啊！准备，非常慢，大指从背高音哆往左边哆啦嗦咪瑞哆啦嗦咪瑞哆，抓住哆，揉弦停，再揉，再弹劈哆，再揉弦，再往右边走。
不看了吧，不说话，动不动，动起来，动起来，好，我们再来，再来。快手不卡，淘宝卡。你怎么不动呢？怎么没人呢？好奇怪。我以为我的网络出问题，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宝宝？不卡了。我为什么要看？注意吃雨伞，似乎好了。这个今天这个网络延时有点长。网络延时真的有点长，特别长，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长。好了，我们开始上课啊，接着上，然后我们再从头再来，再从头再来啊。第二行第一小节，第二行第一小节，然后往后走，第二行第三行完全走完它啊，跟着我唱就可以了。一定要就每个音，刚才我说了，脱劈中间控制着时值，控制一点啊，勾脱劈三个音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来，我们听一下，第二行第一小节，再来，开始，嗦，抽支，往左边，从贝高音走，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哆，抓装，哆，然后揉弦填完之后，劈，再揉，然后再往右边，强一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中指勾拉，无名指抓装，拉。揉弦停，然后再劈拉，然后再停，然后再往左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揉完之后停，再揉，然后再往右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哆，无名指扎桩，然后停，再劈，哆，再揉，然后再往左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然后，第二行第一小节，揉弦，再往右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大指托，嗦，揉弦，嗦，托和劈分开，再往左边，咪，扎桩，咪，再揉，再停，再劈。然后再往右边，拉，扎桩，拉，揉弦，再往左边，扎，扎桩，然后再往右边，然后再走的时候，这个嗦，哆哆哆，看到没？因为我们这时候花指比较短了，我们直接走中间就可以了，哆，哆。揉弦，一定要记住哆和哆、劈和托之间的距离。就今天讲的就是昨天重复的了。今天讲的是昨天重复的，我们今天先讲它的内容还没有讲。所以说，你不需要，你只要你昨天的课程听了都可以听得懂。就是今天主要是强调昨天的一个问题，强调一个问题就是勾托劈三个音之间的三个音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千万不要。勾脱劈刀刀刀，这就不对了。我们要的是刀刀刀，强调的是这一点，就你们理解就可以了。然后包老师再带你们刚才断了，再带着你们练一遍，从第二行第一小节到第二行第三第二行最后一小节结束，明白吧？速度非常慢，一定把每一个音，包括花指的音，清楚了没？你千万不要。不好听了，我们要的是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每个音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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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清晰，千万不要，这就好，不好听了，这就是影响你的曲子的一个好听的程度，影响你曲子的一个好听程度。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来第二行第一小节，听一下，第二行第一小节再来一遍，嗦，揉弦，中指嗦，大指再弹嗦。揉弦，大指从背高音哆开始画着，我左边哆啦嗦咪来哆啦
咚咚，揉弦，然后再劈，再揉弦，然后再往左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中指勾抓，无名指扎中嗦抓，拖完之后揉弦，揉完弦停，然后再劈，停完之后再去弹劈 right， 然后再去揉弦，然后再往右边音量大一点，颗粒感出来一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咪来，然后勾中指哆。扎装在咪上，第一咪上大指托，哆揉弦，然后停，再劈，再揉，然后再往左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中指勾咪，扎装在低音拉上，大指托咪，揉弦，停，然后再劈，再揉，再往右边，大指从背高音哆啦嗦咪来，哆啦嗦。低 right， 无名指、中指、大指，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低音骚上，大指托 right， 揉弦，然后停，然后再劈，揉 right， 左手，然后再往左边哆啦嗦咪来哆啦，中指勾骚，无名指扎装低音中音哆，大指托骚，揉弦，再停，再劈骚，对。然后再往右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中指勾咪，扎装托咪，然后揉弦停，然后再劈，再揉，再往左边哆啦嗦咪来哆，中指勾拉，扎装在 re 上，拖拉停揉拉，然后再往右边哆啦嗦咪来哆啦，中指骚，扎装在中音哆骚。再揉，再停，再劈，骚，然后大指哆啦骚咪软，最后这个哆直接弹中间就行了，因为我们这个琴弦对吧，高音就这几个琴弦，哆啦骚咪软，哆啦骚咪软，中指勾哆，无名指扎装在中音咪上，大指托哆，揉弦，然后再劈哆，好，这是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往后走，往后走，然后第三行、第四行、第三行、第四行、第三行、第四行的，我们刚才弹的是不是上弦？然后我们再弹下弦。对，老师把第三行的花指再说一遍好吗？昨天有讲的非常详细，宝宝有教学视频讲的非常详细，因为我们的课程进度。不是一般的慢，不是一般的慢。讲过的东西听，讲过的东西，看教学回放好不好？讲过的东西看教学回放，好多课堂没跟上，付一红你可以看教学回放，所有的课程都有教学回放。然后你跟上哪个课程了，你就跟哪个课程。一号章拍了，好的，小 Q 不吃零点，好的，好的，好的 ，OK。来听课，听课，认真听课啊！现在开始来听课了。跟着我唱，其他的不需要懂，跟着我唱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走，第三行、第四行开始往上走了。第四行的这个花指不一样了，第四行的花指不一样了。那接下来花指你自己需要记，用脑子记句，宝宝一定要去脑子去记这一首，这个它是有规律的，你找到规律之后你记下来就简单了，明白吧？如果说老师，哎呦，我看着谱子我在弹，看着谱子我找不到自己弹哪了。啊，所有东西规律都给你讲到位了之后，然后你用脑子去动一动脑子，然后去记一下，完之后你再去弹的时候就好弹了 ，OK 吗？那么接下来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的时候，我们这时候花指距离需要变短了，因为我们刚开始是不是第一遍走的时候上弦的时候极慢极慢极慢的，然后我们走到第一遍下弦的时候走稍微一点点加快，加快的速度并不是很大。但是这时候稍微加快一点点，我们的这个花指需要发生变化了，需要缩短了。我们之前有说花指画了三道五根琴弦，对吧？那么这时候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在走的时候，因为食指比较长，速度非常慢，我们把这个花指弹得非常饱满，就是把它这个食指比较把它这个空间给它填满，所以说花的时间、花的音符会比较多。那么再往后开始做笔记了，宝宝，我们开始做笔记了啊，一定要带笔。再往后第三行、第四行、第五号都不再分左右了，这里我们在分的是我们在走的是
是什么？是什么呢？走的位置就走中间，离前两五指的距离就 OK 了。看到没？就这个位置，离前两五指的距离，五个手指的距离，就这个位置，你不在左右了，因为我们速度一旦加快，你的左右是来不及的了。左右是来不及的，老师，我想加左右可以吗？可以，但是我建议初学者练太晚了。第一段前半段，第一段前半段前两行就是第啊、就是30页，不对，这个鱼珠唱的第二页第二行第三行可以左右，因为速度比较慢。这时候我们第二往下行的时候，速度返回了，速度加快了，返回去的时候速度稍微加快一点，我们就不分左右了，直接弹前两，直接弹这个，正码第一个正码离前两中间的位置，就这条线。直接往后走，明白？开始做笔记，第三行最后一小节的花指，看后边中指是不是勾的低音骚，大指从高音骚进行花指，画五根琴弦，sol mi re do la。做笔记，五根琴弦。再往后走的话，今天再往后讲的两行，第五行、第四行、第五行，花指都是五根琴弦，sol mi re do la，sol mi re do la。五根琴弦，中指勾骚，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中音哆，大指托，中音骚，揉弦，停，再劈，再揉弦，理解我的意思吧？再往后走，也就是说，你的中指下边跟的是哪个琴弦，大指就从高2个8度的位置进行花指。中指勾低音骚，对吧？第三行最后一小节的花指，接第四行第一小节中指骚，大指就从高音骚进行花指，不从背高音哆了，从高音骚弹五根琴弦，骚咪来哆啦。第四行第一小节中指勾骚，然后中指无名指扎装在中音哆上，大指托骚，左手揉弦停，然后再劈，再揉弦，然后。小节花指接第二小节，这个第三、第四行第一小节，第四行第一小节，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曲谱改了，他把它那个哆第四行第一小节扫扫扫都能都变成花指了，所以说你们领不到这个新曲谱的是花指，没有领到新曲谱的把那个哆改成花指，这个花指后面第二小节中指勾的是低音拉，我们大指从高音拉。拉嗦咪来哆，五根琴弦，拉嗦咪来哆，中指勾，低音拉，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中音 re 上，大指托，中音拉，左手揉弦，然后停，然后再劈，中音拉，再揉弦，然后呢？能理解吗？能跟上吗？能跟上吗？比较慢，比较慢。第四行第一小节的这个骚骚骚哆，之前的曲谱是骚骚骚哆，今天下午改了新曲谱，把它改了，把它变成花指了。然后你们需要的是把这个，就是知道这个花指是从哪里花指，大指、中指第二小节中指勾低音拉，大指从中高音拉，拉骚咪来哆，中指勾低音拉，大指从高音拉，弹五根琴弦，正好大指接在中音拉上，然后中指勾完低音拉，扎装在。中音 re 上，大指托，中音拉，揉弦，揉完弦之后结束，然后再劈，再揉弦，然后再往后，规律，以此类推，中指勾低音咪，再往第三小节，中指勾低音咪，大指从中音咪，mi re do la sol，中指勾低音咪，无名指扎装在低音拉上，大指托咪，左手揉弦，停，然后劈，咪，然后。能够跟得上吗？因为这往后都是有规律的了，能跟得上吗？我想了解一下，因为你需要去，这个东西啊，你光理解，理解，确定理解，对，好，然后。第四行第二小节，拉拉拉后边的花指，往后走花指，中指勾第三小节，勾低音咪，对吧？大指从高音咪，就是我们在走的时候，这再往后不分左右了，不分左右，直接只走离前两五指的距离，就是第一个正码到前两中间的位置，走直线，就走这个位置，
然后大指弹这个，大指从高音咪咪来到拉嗦，中指勾低音咪，无名指张张在低音拉上，大指托，大指托中音咪，然后揉弦停，然后再去提咪再揉弦，啊，没有买骨折也可以看回放的宝宝，然后再往后第三小节接第四小节。咪咪咪后边的花指结束完之后，后边第四小节是接的中指勾低音骚，中指勾低音骚，大指从高音骚，五根琴弦骚咪来哆啦，骚咪来哆啦，五根琴弦先固定住，然后中指勾低音骚，无名指中指肉指肚扎中在中音哆上，大指托还中音骚，左手揉弦。然后停，再去劈，再去揉，把它整个速度放慢，以此类推。再往后，中指勾低音 re，下一小节中指勾低音 re，大指从高音 re，re 到 la sol mi，正好要贴在你大指所弹的这个中音 mi 上，中音 re 上，然后中指去勾低音 re，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低音骚上，大指托中音骚。然后左手揉弦，拖完之后，然后左手停掉，揉完之后左手停掉，然后再劈，再揉，速度慢，非常慢。然后以此类推，再往后这个花指 re 后边是花指宝宝今天发的仙图，如果说没有改的话，你把它改掉，把那个骚改成花指。再往后中指勾低音咪，大指从高音咪咪 re 到 la sol，中指勾低音咪。勾完之后，无名指、中指扎根在低音拉上，大指托，中音咪，左手揉弦，揉完弦结束，左手再劈，速度非常慢。好，我们就先到这儿，第四行我们再来，速度非常慢，把每一个就是即使非常慢，你要把你的花指每个音给它弹清楚，千万不要就是老是有一花指。让你特别的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要的是每个音，感觉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要的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这个花指本来就是包括瓜子啊，本来就是特别流畅，每个音都要颗粒感很清晰。就我们要的是每个音都要出来，每个音都要很独立性很强的出来，明白吧？然后我们从第三小节最第三行最后一小节，哆哆哆往后第三。第四行往后接，往后的规律就是什么呢？中指去勾什么音，大指就从什么音的高音去弹，弹五根琴弦就 OK 了。但是一定要把音花指的颗粒弦弹清楚，然后速度慢，速度放慢慢慢，OK 吗？然后第三行最后一小节接第四行第一小节，中指勾的骚，大指我们从高音骚进行花指，五根琴弦骚咪来哆啦。中指勾低音骚，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中音哆上，大指托骚，左手揉弦，然后停，然后再劈，再揉弦，然后第二小节中指勾低音拉，大指从高音拉，拉骚咪来哆，中指勾低音拉，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中音 re 上，大指托，中音拉，左手揉弦，再停，再劈，拉，再揉弦。然后再往后接第三小节，中指勾的是低音咪，大指从高音咪咪来哆拉嗦，中指勾低音咪，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低音拉上，大指托咪，左手揉弦，然后再劈咪，再揉弦，然后再往后走，大指从高音嗦嗦咪来哆拉，中指正好是勾低音嗦，对吧？中指高低音骚，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中音哆上，大指托，中音骚，中指，大指托，中音骚，托完之后揉弦，然后再停，再劈，然后再往后走，中指勾中低音 re，大指从高音 re 到 la sol mi，中指勾低音 re，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低音骚上，大指托，中音 re。然后停，然后再劈，中音 re。
然后后边中指是勾的低音，对吧？大指从高音咪咪来到拉嗦，正好大指贴在大指所弹的中音咪上，中指勾低音咪，无名指中指扎双在低音拉上，大指托咪，揉弦，然后再停，再劈，再揉弦。好，理解吗？这一行理解的宝宝扣一，这一行理解的宝宝扣一。对，老师弹几号章？七号章，七号章，宝宝。大指对，大指弹哪根揉哪根，对，大指弹哪根揉哪根。听懂这一行听懂的宝宝扣一，然后我再重复带着你们练三遍，练三遍，练三遍，然后我们往下走第五行，往下走第五行，OK 吗？没有电了。你能弹一遍吗？等我下课弹，我下课弹的话，听懂的宝宝扣一。这回复时间有点长，回复时间有点长，时间的这个时间有点长，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好，听懂了哈。OK，好，那我接下来带着你们训练两遍啊，带着你们训练两遍，就跟着我唱，速度非常慢，就是我唱，就从第三行最后一小节的花指，然后接第四行第一小节的骚，接第四行第一小节骚啊，来，我们听一下，大指从高音骚花指啊，第四行第三行最后一小节，大指从高音骚进花指，然后接第四行第一小节骚。大指、花指，so mi re do la，每个音弹清楚，so mi re do la。你要听我的花指是大大大大大，你千万不要，不要不清楚。我们要的是 so mi re do la，中指 so，无名指扎双在中音哆，大指托 so，揉弦，然后再 pi so，再揉弦。接下来接第二小节，大指从高音拉拉 so mi re do。中指勾，低音拉，无名指中指扎双在中音 re 上，大指托拉，揉弦，再停，再举低，再揉，然后大指再往后走，中指接的是低音咪，大指从高音咪咪 re do la so，中指勾，低音咪，无名指中指扎双在低音拉，大指托拉，揉弦，然后再劈啊咪，弹完咪再揉弦，然后再停，再劈咪。第四小节，中指勾的低音骚，大指从高音骚，so mi re do la，中指从勾低音骚，无名指、中指都尖扎装在中音哆上，大指托中音骚，揉弦，停，再劈骚，然后大指再往后走，大指从高音 re，中指勾的是低音 re，大指从高音 re do la so，中指勾低音 re，无名指、中指都尖扎装在低音骚上，大指弹 re。左手揉弦，然后停，然后再劈，再揉，然后再往后，大指从高音咪咪 re do la so，中指勾，低音咪，无名指、中指都尖扎钻在低音拉上，大指托，中音咪，揉弦，然后停，再劈，再揉弦。好，接下来我们往后啊，不，再来训练一遍，再来训练一遍，从这个第三行第最后一小节。接第四行第一小节，第三行最后一小节，接第四行第一小节，接第四行第一小节啊！再来，大指从高音骚接第四行第一小节，so mi re do la，中指勾低音骚，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中音哆上，大指托，来托中音骚，然后再揉弦，停完之后再劈中音骚，然后接下来大指从高音拉拉 so mi re do。中指勾，低音拉，无名指扎装在中音 re 上，拖拉，然后停，然后再劈拉，再揉弦，大指从高音咪咪 re do la so，中指勾，低音咪咪，无名指、中指、大指扎装在低音拉上，大指拖咪，然后停，然后再劈咪，然后大指从高音骚 so mi re do la，中指勾，低音骚，无名指、中指扎装在哆上，拖骚，然后劈骚，然后大指从高音 re do la so，中指勾，低音 re。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低音骚上，然
然后揉弦，再停，劈，再揉，再停，然后大指从高音咪咪来到拉萨，中指勾低咪，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低音拉上，大指脱了咪，揉弦停，再弹咪。好，我们往后走，花指往后接，同样的道理往后推。第五行，中指勾的是低音哆，大指从高音哆，哆拉嗦咪来，中指勾低音哆，无名指中指中指都交叉在的低音咪上，大指托，揉弦停，然后再哆，再揉弦，然后大指再以此类推，中指往后勾 re 了，对吧？第五行第二小节，大指从高音 re 到拉嗦，中指勾低音 re， 无名指中指中指都交叉在低音嗦上，大指托。Right， 揉弦，再停，再揉，然后再往后接第三小节，中指是勾的背低音拉，大指从中音拉，我跟琴弦拉骚咪，中指勾背低音拉，无名指中指中指都尖贴在低音 Right 上，大指拖低音拉，拉揉弦停，然后再劈拉，再揉弦，然后。第四小节，中指勾低音哆，大指从高音哆，哆拉嗦咪，中指勾低音哆，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低音咪上，大指弹哆，然后揉弦，再劈哆，上面那个上滑音啊，给它划掉，明白吧？如果说你的曲谱没有改的话，它划掉，新曲谱的话是已经改掉了，然后再往后走，下一小节中指勾的是背低音嗦，大指从。中音骚骚咪软骚，中指勾背音骚，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低音骚上，骚揉弦，然后再劈骚，再揉弦， OK 吗？就到这儿。第五行听懂的知道吧，宝宝扣一，好记吧，很简单吧，知道什么道理什么规律了吧，理解了没有？理解了没有？对，快板理解了没有？理解的宝宝扣一好不好？就有规律了，对吧？就有规律了，就你这样的话一讲 OK， 后面什么都懂了，对吧？就知道怎么弹了，怎么弹了，一旦有快板的部分都是有规律的，听懂了宝宝扣一。然后我们直接从第三行，因为后边不难，后边头饰都是有规律的，所以说我们直接从第三行最后一小节的花指接第四行接到第五行倒数第二小节，然后连续带着你们练三遍，连续带着你们练三遍，完了之后我们今天课程就把这第一段讲完了。第一段速度放慢慢慢，极其慢，特别慢，花指花干净，拖劈弹节奏弹分明，不要拖和劈粘在一起，粘在一起，好吧 OK。 然后我们从第三行最后一小节，揉弦其实颤音嘛，揉弦和颤音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有区别。你就是今天这个加的这个揉弦，你可以说是颤音，非常幅度小，频率小，幅度小，频率快。揉弦的话会这个频率慢一点，幅度大一点，也可以叫做揉弦，也可以叫做颤音。有的时候不分，但是有的时候详细细分的话分得很细，好吧？找到规律了，对。所有的滑音符号都取消，不是不是不是，就只有第五行的滑音符号取消，第五行的最后一小节滑音不取消，第五行的第二小节和第四小节的滑音是取消的，宝宝。今天晚上有发这个新的曲谱，你可以在群里再看一下，领取一下。然后我们从第三行最后一小节往后，今天讲的串两遍，好吧？串两遍，然后之后我再完整的带着你们，从第一行。到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再完整的串一遍，清楚了呗？然后我们从第三行最后一小节花指，大指从高音骚，花指画清楚，骚咪来到拉，中指勾骚，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中音兜上，骚揉弦，然后学掉的颤音，然后再停，然后再劈骚颤音，然后大指再从高音拉，拉骚咪来到中指拉，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中音软拉，颤音啊，也叫揉弦在这里面，然后劈拉，然后大指从高音咪咪拉到拉骚，中指咪，无名指中指扎装在拉上，然后揉颤音结束，然后再劈，然后再颤音，然后大指从骚骚咪来到拉，中指勾骚，无名指中指扎装在中音兜上，大指托骚，
颤音，然后停，然后再颤，再劈骚，再颤音，再往后大指从高音 re re do la sol mi， 中指 re， 无名指中指张张在低音骚上大指做 re， 然后停，然后再劈 re， 然后大指从高音 mi mi re do la sol， 中指 mi， 无名指中指张张在低音拉上 mi， 再颤音，再停，再颤音，再劈 mi， 然后再颤音，再往后接下一行第一小节的 do 的时候，大指从高音 do do la sol mi。中指扎住在低音咪上，大指头中音，然后颤音，然后停，再提，再颤音，然后大指从高音 re re do la sol mi， 中指 re， 无名指扎住在骚上，大指骚，然后停，然后再提，然后再往后，大指从中音拉 la sol mi re， 中指背低拉，无名指中指扎住在低音 re 上，大指头拉，再颤音，然后再停，再停拉。再往后，大指从高音哆哆拉嗦咪，中指哆，无名指扎张在低音咪上，哆，然后停，然后再劈哆，然后劈完哆之后，颤音揉弦，大指，然后再从中音嗦嗦咪来，中指背低音嗦，无名指中指扎张在低音哆上，嗦，揉弦颤音停，然后再嗦，再颤音，好，第二遍，讲的太细了，我。我们领导给我规定的时间是讲课一个小半个小时，我讲了一个小时，然后再来最后一遍，再来最后一遍啊！大指从第三行最后一小节往后接，大指从高音骚啊，再来一遍，第三行第三行最后一小节花指往后接，第四行第一小节大指从高音骚，骚咪来高音，中指骚，无名指中指张张在中音哆上，骚颤音，然后骚颤音，大指从高音拉拉骚咪来高，拉颤音拉。拉，大指从高音咪咪来到拉骚咪，扎住咪颤音咪，然后从骚骚咪来到拉中指骚骚骚，大指从高音 re re 到拉骚咪 re， 扎住 re re， 大指从高音咪咪来到拉骚中指咪，扎住咪咪，然后大指从高音哆哆拉骚咪 re 哆，扎住哆哆，大指从高音 re re 到拉骚。大指从中音拉拉骚咪来哆拉，假装拉拉，大指从中音高音哆哆拉骚咪来哆哆哆，大指从中音骚骚咪来哆哆骚，假装骚骚。好，最后一遍速度比较快，你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你知道花指是在哪里花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遍是从第二页第一行咪骚拉哆骚骚。连贯起来，连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内容，然后我整个的是一个流畅的速度，你们能跟得上就跟得上，跟不上你们知道怎么弹的，剩下的自己需要按照那个方法和步骤，每个音怎么弹，怎么花指，怎么弹干净，脱劈速度有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音色音质是否清晰了，节奏是不是对的等等，这是你需要在线下按照之前的那种方法训练的。那么剩下的我完整的从第二行第二页啊，余柱唱的第二页第一行咪嗦啦哆嗦嗦，弹到第四第五行的倒数第二小节啊，你们只听就可以了，能跟得上就跟，跟不上就听，准备可以跟着唱，预备走，咪嗦啦哆嗦嗦软咪嗦啦咪
拉着背高音都往左边哆啦嗦咪来哆，这次拉拉拉，再往右边哆啦嗦咪来哆啦嗦嗦嗦，然后左边哆啦嗦咪来哆哆哆，往后走第四行，从高音嗦嗦咪来哆啦嗦嗦嗦，然后从高音拉拉嗦咪来哆啦拉拉，走中间咪来哆啦嗦咪。方法讲完了，剩下最后一遍是一个。